哇，好热闹的茶馆。一路来迟，走得又有些累了，还是先找个位置歇一会吧。少侠请坐啊，瞧你一脸困顿之色，想必是打老饮来的吧？正是。少侠打算在碧殿偷出打尖，还是坐下来喝杯茶休息休息？碧殿的十里醉可是远近驰名的哟，要不要先来上一壶？谢了，请给我来三个馒头，一壶清茶，其他的待会儿再说。好的，馒头清茶马上就来。小二哥，麻烦你过来一下。来意。姑娘有何吩咐？是，小的马上照办。这位少侠，你点的菜来啦。小二哥，你大概弄错了，照相没有点这些菜。这几道菜是隔壁桌的姑娘请客的，少侠不用客气啊。隔壁桌的姑娘，少侠请慢用。感谢姑娘盛情相待，若姑娘不嫌在下这里只有清茶，就请移驾共饮如何？也好，这个就是一个风寒月主动搭讪殷建平的故事。在下殷建平，敢问姑娘芳名如何称呼？小女子风寒月，瞧少侠这身装扮，乃是剑道中人，不知是哪派高徒。说来惭愧，在下行事鲁莽无当，已被逐出师门，恕在下不敢道本门的名讳。这可奇了，出身门墙，知识体大，瞧少侠神情一派正色，何以遭如此责罚？这乃我门内之事，不足为外人道。也好，那咱们就先喝茶吃菜吧。来，小女子以茶代酒，酌敬殷少侠一杯。多谢姑娘，我瞧少侠人品端正，必是可信之人。实不相瞒，小女子有一次相求，不知少侠可否帮这个忙？究竟是什么事情？能否请凤姑娘先说来听听？此次事关重大，牵连甚广，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。事关紧急，如果少侠不肯帮这个忙的话，就当小女子刚才没说过这些话。并非在下不相信凤姑娘，只是姑娘此求阻止唐突，在下问个两句，当不为过。罢了。求人不得求己，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咱们就此别过。神奇气，等等，风姑娘，找到了，在这里。这是我四下门亲女门户，闲杂人等，都给我滚于一旁去。都亲你门户，你的胆子太也太大了。你们眼里还有这个师姐吗？大师姐，你自己做了什么，想必心里有数。只要你答应和我回去见大师兄，到时候一切自有分晓。哼，他想要的只是这紫金王鼎吧？大师姐既然心知肚明，就别让我们这些做师弟的为难了。高师兄这才。刁子囊心，凭着他是本门大弟子，你不想想师父病重未愈，竟然假传师父号令，煽动门中的宝物。师父曾说过，这紫金王鼎关联重大，
绝不能落入奸人之手。今天只叫我一口气战，休想会交给你们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这些做师弟的也只有得罪了。几位客官，别乱来啊！来吧。等等，那边的小子最好别管我们家务事，惹上我们可会要你的小命。殷少侠，此事与你无关，劝你快快离开吧。风姑娘，贵派的纷争虽轮不到在下开口，但望这扰民惊动，乃是武道中人的大忌。在下不才，这桩事要插手管上一管。殷少侠，你不必。瞧你衣着服色，显然是天玄门一派。天玄门的术法御剑不过三流角色，在我四下门之前不足一赛。若下此言太也猖狂，在下虽已被逐出师门，但本门的生命也容不得你们轻微。既然你喜欢送死，那就成全你吧。风姑娘，你刚才说的忙，看来我是帮定。你这人，少废话了，上。原来兄弟们在这里，大家一起上。小二哥，这些银子赔偿你店里的损失，还望你能够见谅。店里倒没什么损失，不过听说最近张扬这一带瞧见四下门来，如果你和他们有过节，劝你还是赶快离开此地为宜啊。多谢小二哥你的劝告，小女子这就离开了。殷少侠，多谢你刚才出手救我，不过拜你多事之赐，现在你也惹上麻烦了。见死不救并非本派作风，何况风姑娘先前不是要在下帮忙吗？我只是要你 帮我保管东西，可没叫你出手参战，如今只怕你以后和这些家伙没完没了了。只要行事守义持正，在下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哼，那是你不知道本派的厉害，我可不想害你平白丧命。喏，怎么这就走吧。啊，要上哪去？哪儿都好，赶快离开这里就行。你没听到小二哥说的话吗？要是我大师兄追来的话，可就没有刚才我那些师弟那么好对付了。可是我不跟你啰嗦了，你愿意来的话就跟来吧，我先走一步了。等等，真是个任性的姑娘，但让她这样孤身离去的话，只怕又遇上凶险，我还是跟去看看好了。尾随宁建平，尾随风寒月，而且还住在一起，还睡在一起。